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谢。今天我的淘宝海运最后一批货终于到了，这批货太挫折了，从双十一下单下到了快双十二，然后终于运过来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到了，应该。等一下我检查一下，这批东西不多，就一个立方。然后我男朋友他妈还问我说：“你确定你要自己把这东西全都打开吗？”我说对啊，那不然呢？之前一下子来八个立方的时候，不也是我一个人去打开的吗？没什么的，都习惯了。这对我来说是小 case 了。现在就开始拆包。我发现这个海运公司还不错，他把我的所有的东西呢，他会帮我集中一下，有一些小的包裹就全部都打包到一个大的里面去了，用这种尼龙袋去把它套起来。这一家还挺负责任的。我买了两个枕头，这枕头终于到了。这是那个启梦睡枕，这个睡枕呢是原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这个睡枕，当时我记得买的时候就是人民币200多块了，然后现在这个牌子已经十几年了，它的价格好像还没有调。这个枕头呢，我为什么又买了一个这个枕头呢？因为当时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枕头，就是一下用了好像8年吧，8年都挺好的，到最后就是觉得说可能会有很多螨虫，所以才放弃的。然后来新加坡之前放弃的。然后这个枕头真的是很舒服，很好用，就是它是那种比较硬的，然后里面是那种点点的，一个一个的那种点点，像那种按摩的那种垫子似的，一个一个点点的。然后我就喜欢睡这种硬的枕头，这段时间我都是在用那种就是在 COS 买的那种软枕头，特别不舒服，我的脖子一直都很痛，然后甚至颈椎都痛，我就觉得可能是跟睡枕有关。然后它这个枕头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有那种就是好像治疗作用的那种，长期枕的话会对颈椎啊什么都挺有帮助的。因为我那个做眉毛嘛，就是纹眉，经常都会保持一个姿势好几个小时不变，所以就经常最近就开始就是后背会痛，希望这个枕头能够帮助到我。这是我买的一些厨房用品，上次我们家请那个清洁阿姨过来打扫，她就说这个那个雨刷，就是不是雨刷，那个叫擦玻璃那个擦玻璃器很好用，这边是带喷水的，然后前面那个刮的也挺干净的，所以她叫我帮她买了一个，然后我又多买了一个留备用。还有就是一些夹子，就是夹食品袋的，这可能是送的吧，送了一些什么挂钩啊、锅铲之类的，然后。就是那个刷锅用的刷子，这种小东西我也从淘宝买，反正也是运过来一下。这些就是那种别在保鲜袋外面的，食品袋外面的。这是啥来的？这是啥呀？这是冰袋吧？好像是那种硅胶的小冰格，就是有的时候想喝点饮料啊，或调点酒啊什么的，这个就可以冻那种小小的冰块。最后这个是洗菜盆，其实我家现在有一个洗菜盆，那个挺大的，然后这个可能会用来洗水果。这个小盒是啥呀？这个也是那个刷锅用的东西。我买了好多刷锅用的东西，看还有好几个替换的刷头，不错，这个应该能挺好用的。这是我买的那个筷子，这应该也是，这是摩登主妇家的，摩登主妇家的这种轻奢风的纸巾，厨房用纸，轻奢风的。是这样把它套进去的。
啊，套不进去。What? Seriously? What? 套不进去。他们家的纸巾架跟他们自己卖的纸巾竟然套不进去。What the shit? 自己家的可以套得进去，买的这个套不进去啊。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。这个呢是我买的那种暖水用的，或者有的时候热牛奶用的。这个我会拿到办公室去用，因为有的时候水杯放在那里哈，它就是总是水就会变凉了。这个的话呢，它就会给它没事，它就会自动就是保温，它会保温，这样子我在办公室就可以一直喝到暖的温的水。但是唯一的缺点是这个插销是中国的插销，需要一个转换头。放我的太阳镜还有近视眼镜呢，不然的话会刮花。我的太阳镜好几个都刮花了。对，啊，这样子放进去的话就知道是哪一个嘛，就直接这样搭。这便宜，才100多块人民币啊，才100多块人民币啊，现在很便宜，质量很好的。擦窗户的长把的擦窗器，就带雨刷可以刮的。然后这个比较长，因为上次那个比较短，短的那个是方便啦，不过长的这个可以够到比较远的地方。进门的时候可以去刮鞋上的灰尘。哦，这放哪里？门口的，这比较，就比较大。这些全部是浴巾，还有毛巾、擦手巾，各种。他们有写的 King， 还有 Queen， 还有 Princess。买的床单，这个也是。这个是，就是一些放在烤箱上还有洗衣机上面的防尘垫。吸水垫，杯子，这些呢是我在中国的塑料代理那边去拿的，这不是淘宝买的，必须要找正规的塑料代理才能买得到的。很厚，OK， 就感觉到酒店的。哎，那是 King 哎，看到吗？防热垫，这是放在餐桌上的，放上去正正好。旁边还有侧兜，这边两个，这边有两个，挺好的。那夹子不是以后可以这样子放了，放在这边了。算了，暂时夹子还是放那边吧，不然鼓鼓的不好看。微波炉这边啊，烤箱这边也是正正好。这边写的 Mr. and Mrs. Our family。这个就是淘宝上买的保险箱。我还没研究怎么用呢，不过看着还不错啊，
是指纹密码都有的，我暂时先把它放在这儿。这也是我们家主卧的一个财位，请祝我发财。这个就是给孩子买的画板，他还送了一些小的附件，擦黑板的那个黑板擦呀，还有彩笔呀，还有一些 sticker。 没有地方放，我先放这儿，等孩子回来一定会超级喜欢的。他现在在中国，他放假了，看看绣球真好看。我今天煮的这个鲍鱼菠菜粥大家也不吃啊，这多好呀，这还有鲍鱼，看到吗，鲍鱼块。哎呀， culture 不一样，饮食习惯也不一样，他们家人都不爱吃我煮的这些比较中国的餐，他们就爱吃那些自己打包的什么什么鸡饭呐、啊？叉烧啊，各种面啊，哎呀，不识货，多有营养啊！鲍鱼粥哎，掺上菠菜，日本米煮的，软糯可口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好好吃。